接到了吗？已经接到啦，这次又要去哪儿？我跟你说，米其林三星在我这儿已经不叫惊喜喽。什么嘛，装神秘。你那边都已经后半夜了吧？快点放下工作，现在马上睡觉。Yu Zhong wants to sack, in particular the love, care, and a spot from Mei Ren Yu. My dear, thank you for making me a better person. Will you marry me? 和鸟飞向森林里，在光线中穿行，遇见雨后的天气，遇见某个人，偶然的回忆，然后孤单世界都变清，脑海里的声音怎么回避，依然被治愈，两个人的世界，骄傲的存在，就是我向你走来。你突然闯进来，心也跟着打开，告诉我这瞬间能变成未来。两个